感谢天台少年王金超送出的两个相会飞架大七，谢谢。怎么哎呀，在这个时候，在这个七夕这么特殊的时候，哎，跑到我直播间送两个相会飞机，感谢王金超送出的两个相会飞机大七，谢谢王金超送出的两个相会，什么意思？王金超为什么七夕过来跟我送飞机啊？哪里人多大都问过的回来了，可以。露露，你八百看了吗？没有啊。可以，你看。我看了。我知道，它主要是那个题材好像是那种抗日的吧。嗯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傻喽，和什么呢？形势只是干扰而已。怎么说？露露怎么还在上路？出事了。完了，这鱼要死了。可以啊。这比你有点逗，说句实话。他闪他，我这个 W， 他必须得闪现躲，我 A 是肯定 A 得出来的。我 W 加我的恶意重伤，我的平 A 就会很痛。他被我单发一次，他就难受了。我这个 W 翻到天上去了，我的。这个你怎么还想做？好的，我到拉夫也死了。哎，不太有机会，只闪现 W。奥拉夫，哎，打得过，人马到。上路，奥拉夫征服者出发，无敌。前面有三炮弹中，得小心人马，这人马现在有点肥。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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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凯旋回旋，护驾。哎呦，我完了。没事没事，能杀能杀能杀。他杀不了你，快 A 一下 A 一下。我操！别真走了。吃。杀。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人马复活了，人马复活，走走走走，人马没大，人马没大，嗯。我赌一波人马不在，强行越塔怎么样？杀！我靠，咱输了。我操！这马太有点难受。我要把你打回原形。
我操，遇到鬼了，真的。我都要当杀了，直接开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。我操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奥拉夫还有救吗？有，等于可能可以。啊，我 W 都没开出来，我就失速了。我刚看着他冲上去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人马就窜出来了。他们将鬼故事我而亡。飞了，越塔直接飞，开露露可以。我被塔打死了，反正侠也有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打赢了，我们打赢了。哎呀，这侠怎么还被 AA 的？他突然回，他回头愣了一下，你知道吧？他回头愣了一下。哎，小心小心，人马人马，走走走走走。可以了可以了。完了，他坏起来了。我走了，奥拉夫上了，我又不能卖他。死！死！遗护兵在哪儿？死！可以，牛逼！哎，我突然想到冰雨在这里杀戮了一下前面，他肯定读我的意，他读我意他。但是我有点菜，我不依他，然后他杀戮就发在那发呆了。大哥要死了！趁个助攻，趁个助攻！无敌！我操！这是一把穿云箭。我家三人住了。干嘛？我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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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真的是热了口了，我真的是。快起来了！你们不是很好打，主要是没没看人马。完了，我打不还空了。打赢没事没事没事，打赢了打赢了。没有意义。没事没事没事。他杀个冰女，我没看好。世界将会崩塌，我将会留下。给对面开个玩笑。就怎么会有你们两个这么嚣张？我操！凡尘俗俗，没事没事。这边有个人马的，要出事了，这样赶紧开的吧。嗯，你可以，你可以，如果冰雨离我的位置近的话，你可以开冰雨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个 EWQ 他就死了。哎，我这我这，可以。鳄鱼上了。直接打人马了，我靠，瞬间消失。你老是给我死！我靠，太贱。
哎，他们 ADC 怎么死了？他们得逼了，我们可以直接拿。out， 稍微的再冲一下。不行，他们打团太猛了。我们还是输出低了点。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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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回家回家回家！这里这里这里！啊，走走走走走！哇，我把这个侠救下来了，但是他还是要死，没办法，这就逃不了。你们来了。一打不给死，跟对面说有种。这鳄鱼太拉胯了。别去别去。我就是个废物。还有啊还有啊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跟你没什么关系，主要是这队友也太拉胯了。侠没有输出攻击，然后奥拉夫跟鳄鱼跟我差不多脆。可以，然后人家人马一个顶俩，你看全顺利扛了半天。我今天